佢唔係食神粉紅。而家之前嗰個蓮蓉，靚啲嘅紅塔，然之後個花心，都係先染咗。畫花鳥咧，同畫人物啊嗰啲咧係有一定距離嘅，因為畫花鳥實際上個形唔使畫太準，又摸得到。啊，畫花鳥係要求係有啲情趣，所謂情趣咧係要根據自己要表現嘅對象去構圖。同埋咧，具體嗰啲技法嘅修正啊，嗰啲咧係要自己根據嗰個對象嚟做嘅。畫人物咧就要求比較準，而且畫人物咧好多時會有啲政治方面嘅影響，政治方面嗰啲因素嘅影響嘅。所以咧，畫花鳥同畫人物咧，有時候嗰啲味道啊，同埋嗰啲技法嘅應用，都會有啲唔同。小紅胭脂同埋赭石，深色嘅地方咧，我而家係先用赭石加小紅同埋胭脂嚟畫。點解唔用朱砂咧？因為朱砂火氣大。而家先用赭石畫咗之後咧，唔使落白粉啦。好呢邊仔。深色呢邊唔使白粉嘅，咁用赭石打咗底啦。藤黃花青，黃花青加啲赭石。頭先呢只就係藤黃，呢個就係花青加藤黃多啲。佢就個心咧就藍色嘅多啲，個邊嗰度就係黃色多啲啦。又點翻少少鼠紅同胭脂。这个是正面的花环，是用这个色。我哋唔好一味系即系红就用到好红。有些人甚至用大牛，實際不對。花呢，實際上不用顏色是靠對比的，它不是說一定要紅色就紅色，綠色的就一定是綠，它有時候是互相對比那些顏色才漂亮。我見過嗰啲高仿啊，高仿故宮嗰度藏畫，温秀平、吳郎西嚟都畫過好多牡丹。佢哋畫牡丹深紅色嘅畫牡丹咧，佢唔係用紅色或者係用朱砂啲嚟畫。但我睇佢個色咧，唔知係啲紙舊咗定係佢原來就係嗰只色。我睇佢用嗰只色咧，實際上係。應該是赭石嚟嘅，而家用呢個差唔多，佢感覺佢就已經係好紅嘅。
寫石柱紅胭脂黑三色，先用寫石點少少朱紅，然後筆頭嗰度點啲點翻啲胭脂。那個胭脂咧就係、花瓣同花瓣之間嗰個地方用。咁樣畫下真好喎，畫嗰啲官筆喎，是啦，咁啊快夾爽手啊嘛。哦，咁個反出嚟嗰度就，咁就依只色好啊。係啊，嗰個係我個色要粉紅，淡啲嘅粉紅。即係而家就先畫咗喺入邊嗰個。係入邊嗰個重嘅色。即係有冇畫到入邊嗰塊？唔係洗，係點翻啲水。鹹汁水嘅時候，同埋佢去到個反邊嗰度就唔夠。即係實準嘅，因為我哋勾咗花之後，上色咧就唔使話就住就住嚟畫，即係唔使咁拘束咯。放開少少嚟上色，沖咗布界咧，一陣間就執。發咗上羣咩？上次嗰個貓街嗰、那個。
想識嗰啲鋪頭，我到時會揾我嗰個拍檔俾我睇嘅。我就唔想搞嗰啲微信嗰啲咁樣嘅嘢，搞自己周身啦。我將嗰個相好似好，因為比較多人冇量，我將個朋友圖發咗上去。真係衷心感謝你做嘉賓。唔係，咁有其他唔好嘅嘢。唔係。咁佢哋都想發。好似阿榮東嗰啲，即刻發咗幅成品過嚟。即係嗰個胸大威猛嗰個靚仔啊！即刻發一幅成品。咁犀利。佢話：你要寫新年翻嚟睇下嗰個。咁犀利。啊！佢先點啊？我真係好嘅。21。冇問題。我最怕佢話呢個星期日咁樣咧，約咗翻個同學喺我哋嗰度唱 K。唔好意思啊。这个时候要分清楚那个正反面，就是每个花瓣的正面和背面，分清楚啦，咁上去先至啱。如果是分不清嘅，而家搞错咗咧，个层次又冇咗啦。你再掩饰啊，我哋啊，即系感觉好啲咧。學多次其實這個色彩都是靠方式和深色的，嗯，將每一版交錯的地方調翻了。你是先墨干的，之後這些連同這裡綠色那些都透出來嗎？透不了多少，但有一點感覺的時候。它是后面那种带一点绿的那种感觉，还是看得出来，应该可以看一点，它很多地方都那个颜色把它借了，头先上个绿色呢，一个是主要是补了个花心，对个花心那个色彩起了个补的，即是
將個花心嘅色上咗。第二個咧，佢其他色上完以後咧，佢雖然會冚咗好多，但咧佢實際上都有少少粉果，佢仲會有個粉果喺度。即係話濃氣會啊，有層奶濃嘅感覺，始終會有啲喺度，咁就得噶啦，唔使太清楚曬面。即係做顏色嘅時候用日本製嘅，最靚係德國，咁樣顏料最靚德國。嗰個係背面。如果金油靚咧，佢就冇容易乾。而且就算乾咗以後咧，佢一溶水佢就好容易溶得翻。你光呢只咧就係佢講係德國佬嘅技術，可能佢係用咗進口嘅金油，所以美光呢只色咧，我都覺得比較好啲，雖然唔貴。貴唔貴？馬尼咧而家有隻貴啲嘅咧就幾好，不過就貴好多，好細緻，我已經買到5蚊。即係佢有個底係深啲嘅。我先上一上個粉紅，又可以用白粉調整，加用白粉調整翻嗰個粉紅，即係個邊嗰度。即係唔係淨係個邊？佢係整個花瓣都可以調整翻嘅。如果用白粉嚟調整翻佢。感覺係個邊緣下中間心，咁即係我睇嘅。冇畫嘅時候就個邊緣嗰度好落顏色，紅色字都是白粉落。都可以，但如果有顏色咧，用白粉去撞一撞佢咧，佢會厚重啲，即係食得入啲。係互相之間撞一撞佢。如果撞得撞嘅話，會唔會有啲雜？容易爛卡，如果係搞得唔好就容易爛卡。咁慢慢嚟，逐啲用粉去跟佢，咁佢就會靚。呢個步驟同之前漂嗰個同我唔得嗰個有啲唔同。係啊。之前嗰個好似啲花花完全就係用啲粉漂出嚟。係啊，呢個係有咗個基礎，即係有咗個基準，又上咗個粉紅，再喺眼尖嘅地方加粉白粉。
想反省的地方。那地不得了，因为刚刚没有看谁就去上，他去上小号一见我看完了，那不懂的，没有说，那我也没到这个台。什么颜色对了他们不知道有什么幸福你不想到这个你跟我不懂我都是跟你说你拿我打不用怕的我不拿我怕的人家会把别人一炸我可以整一份文化生活嘛，整一份可以整一份文化生活。文化文化，所以你咪叻咯，你咁嘛。人蠢所以先到晒。我净系识得学咁嘛，就系人蠢嗰啲人先至到唔到，我净系啲笨笨地嗰啲先到唔到。嗯，我主要上色嘅方法咧，考下你，講究比較甜口啊，即係比較甜一啲，要靚，同埋咧要乾淨。啊，畫畫咧乾淨係好嘅，但咧太乾淨咧就變咗太平均。而且佢工筆嘅嘢咧，佢可以加好多片啊。你加唔入，加咗十次以後咧，就可以加啦。以前美院有個何女，有個同你哋講過嘅話，對工筆嘅腦啊，佢展覽嘅時候咧，旁邊註明咗個對腦，佢就成隻豬咁大嘅啫，佢畫咗十二年。即係話功夫畫係咪要添加啊？所以都係好難。少少，即係呢啲都係襯身畫㗎嘛，一定要襯身，即係襯身畫佢先至咬得入。如果唔係嘅話，咬唔入得翻。你啲紙唔好跌檔啊！好似我啲紙都起曬咁。好，你唔好出得太多咯。畫呢隻字都唔會嘅，你自己換呢隻字可以睇完我畫呢隻字試下。因為佢都整得唔好多張，所以後邊仲有咁多字多。你可以去買噶嘛，買翻呢隻字啊，都係攞啲張紙出嚟對下。最近反正就做假嚟。
呢個圖拍出嚟咧，呢個咧就係、是。所以講廣東嗰個地方要做假出名啫嘛。誒係咪潮汕嗰個地方？咁啊，梗係冇點名啦，常人嚟啊嘛。講佢嗰陣時話。人哋有個地方可以做翻版，做全世界出名嘅。佢嗰陣時話自己要做一個誠信潮汕啊嘛，係佢自己講嘅。即係你要明白，我一個國家咧，你越話佢做咩咧，就係佢嗰個地方唔到嘅。你越話廣州建設廣州衞生城市㗎啦，廣州肯定就唔衞生先，建設廣州衞生城市㗎啦。做咩新都唔做咩建設啫，就係佢唔得。朱小丹喺度點會知道？我哋嗰陣有冇朱小丹㗎？佢哋係咪兩姊妹嚟啊？朱小姐真的懂得開心，你在這裡那個私人問一下，我怎麼知道他叫朱小姐，你不說我都不知道。朱砂這樣就容易過度，容易過度。剛才條女的姐姐加朱紅的感覺其實有點像朱砂，那就現在這個了，但你一捧朱砂你就知道有咩懂啊？哇！即刻靈曬。朱砂又補喺個板尖嗰度。咗兩兩分。接過來的，上面寫得好，好快佢一個花瓣會清楚啲。其實而家係喺個姐食嘅底上面嚟。系个朱砂，咁佢靓得嚟咧，唔会话白，咁佢有咗个赭石嘅底。如果唔打个赭石底啊，会唔会黑？唔打赭石底咧，有时仲比较难上，因为佢有个龙爪，唔系容易上得个分。即系打个赭石之后，佢就分埋。系，有咗个底咧，佢容易上得翻分。咦，佢又好似又厚重咗啲喎，又厚重咗，即係冇咁單薄。其實有師傅同冇師傅，我上大班星期三有咩路數？呢、這個就係做個尖尖咯，主要係做個板尖，就係做個尖尖。深色的花即是朱大朱砂、朱紅色的花都可以用這個方法來畫，這些技法其實是相通的。深色，深色的地方可以是用朱紅加胭脂，但個層次那裡可以用赭石先做，做了呢赭石夠的地方你就不用補，那補個赭石灰了，咁你就可以補翻朱砂落
关就是他本人是不是有个本人之难有个本人之难我们这个不敢搞啊你说话就最近上网用的这些操作来都变了我领的又搞搞本上的钱你有没有想要才是有网络钱的哈哈哈哈哈！咁，咁要我哋呢啲只係四尺，四尺，即係仲要俾呢啲四二，四即係呢幅畫乘以三，係嘛？張台唔係，乾脆二少幾大。唔係，我呢年又我都能夠畫到咯，差唔多。都能夠畫到四尺大嘅畫面，加埋畫裏面，好似。我就中意啊，上天池。上天我睇上嚟好难。咁样嘅话，我今日开始去买啲炮子弹翻嚟食。食嘅。你炮子弹好难买，炮子食两咩啫？食啲炮子弹。唔好猜，猜丢。就圍住嗰個星，諗翻嗰個即係個星嘅花柱，個步驟同我即係以差唔多，畫粉，勾翻啲絲，再染花粉。太粗，即想整再幼啲，咪就系见得阵，我去唔到咯。咁样咯，有色，我有佢嘅钱，你应该落去嘅，有色。即係白色就白絲，
有兩隻兩隻都紅，黐嘅黐埋嘅，黐埋。Thank you.